管做什么，不管你选择哪一条路，辛苦是一定会有的。可是我觉得我现在能够和好朋友一起经营一个乐团，一起写自己喜欢的歌，我觉得我现在生活已经很充实很开心。每次参加大小表演的时候，不管是在台上或台下，能够享受那个现场的气氛，是我觉得我难忘的回忆之一。所以我会希望我自己不要错过任何一场好的表演。Oh!